4 yes 1 no อาเป้朋友大家好您觉得新加坡人有材料好好来脱手不您看看口口做工来公债金应来开医药费开政府出口够从地界呢有够脱手不能够我就我会希望大这条公债金会使拿出来做退休金，但是呢，政府答不使，唔好得去哦。所以呢，政府答您不要负债金。做些在内，还是传播教功能，您没事也就开了。有人扎去博教经，有人你扎去巴丹，揣查某，揣收益，可能。你心里有老大，岂有此理？耍大话，话唔是我打的吼，这是政府打的话。政府就先靠老人的钱，使到人民艰苦生活，艰苦退休。有一份家庭开销给调车，我讲的新加坡的老板人都讲这金。一解决，加减有领着980元，980块，买哪一高生活呢？哦，往来老人家有家己来支持爸母，每月有好爸母480元左右，但是家己们家己个家庭有责任，欢爱负担老人家个所谓。真艰苦，这些不是办法啊！尤其是新加坡的生活费用是过贵了。咱新加坡民主党有一个老人退休收入的计划，这个计划会解决这种保的问题。民主党建议和过了65岁退休的新加坡人民每月500块。这份类是和工资上加80%的公民，其他20%的人呢？工资贵的人就无需要这500元对不？朋友们，你退休的事，咱新加坡民主党希望大，这份钱会使帮你有一个充盈的生活，希望大你个今日也会使轻松淡薄。各位，您也是觉得新加坡民主党的建议好呢？请多多支持，感谢大家，请大家好好保重身体。4 yes 1 no